我叫赵蒋蒋，今年27岁。从我18岁加入徐工，我便是一名军品工段的装配钳工，手持钳具，日出而作，心怀梦想。从我第一眼见到步履式挖掘机的那一刻，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它。于是在工作之余，我学习了与它共舞，我喜欢和它一起在徐工的土地上绽放风采。2011年，我参加部队操作手集训，被评为全军最佳教员。我是蜘蛛侠，我是徐工操作达人。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有出彩的人生，在徐工的舞台上更能绽放出梦想的花朵。无论前方是山重水复或是千山万险，都阻挡不了我们的步伐，因为我是徐工操作达人，我们是无所不能的蜘蛛侠。